吓着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呀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在加班，还是背着我偷偷约会。想什么了？我怎么背着你约会啊？嗯，那你跟我约会吧。怎么约？过来。哇哇哇哇哇！搞这么多，都不是你做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是我去你喜欢吃的那家餐厅买的。我知道你加班一定很累，所以我买的比较多，全吃完了。好，为你的加班之夜干杯。看着我干嘛呀？